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呢要来开这一台哦，路虎最新的加速带 A 车暗虚模组。可以看一下它的特性呢，是每5次进入漂移时呢，这个7秒内每秒获得 4% 集气，且小喷最高速度加 4.8 啊，离开加速带时呢，还会有6秒内的小喷最高速度加 6， 然后小喷动力加 18%。 这台车呢比较特别一点，它要离开加速带，但实际上要怎么样离开这个界定呢？等一下来试一下。好，看看获取呢它的星座喜悦，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点出来。好，来了，这次40天有了吗？哦耶！获得40天啊，这波不亏，可以试开了，给大家试开一下40天的车。好，那这个车改满建议改一个左主左松。第一个是机组最高速度、小喷动力、氮气最高速度；第二个是机组动力、小喷时间、小喷最高速度、氮气最高速度；第三个是小喷最高速度、小喷动力、小喷时间跟氮气动力；第四个呢是机组最高速度、机组动力跟小喷动力。这个车如果抽跑起来很不错的话呢，我们再把它抽到永久。好，来了，我们来测一下这个车的一个速度。基础双喷是 246.4 WCW 293 CWW 310.8 WCWW 315.2、速度中规中矩。看一下小喷时间，小喷时间0.68 0.69、看起来是比0.67再长一点点点而已，但它长得有点像那个，哇，好像0.67呢，0.67 0.68，没有很长。它长得很像那个天蓬，你们知道吗？天蓬的机械版。然后呢，我们来跑一场11层。弹射。哇，这个车开起来真的很像天蓬，但是是转向不好的天蓬。那个车好花哦，天哪！那你开戏的时候觉得它车子好像有7-8个颜色啊，又白又蓝又黄又红的。氮气时间跟那个移速啊什么的，都感觉哦，完全不是一台性能特别好的车。加速带图应该是不错啦，哦，会再强一点点哦，还有特性，但整体来说的话，应该不够强这个车。主要是它没有那个自动加气的效果，所以饕餮在前期的集气上会比它强很多。啊，没出弹射。WW54啊，54正常，还不算太差啦，还不算太差的一个基础性能感觉。你再来跑一场一路向前，来试一下。跑零号试验场有料吗？不是不是，零号试验场我要跑很久。延续 CWW 一二三。
点到两次刹车。 ECU， 然后这边有机会可以续上哦。弹射，弹射，光杀弹射。 触发了加速带效果 ，finish 哦，这个车有点不行，<笑>哦，四天饕餮强很多啊，很明显四天饕餮强很多啊，但没有关系，我们一样呢，要来开着我们的新车打车神排位。 这个车跟神隐比呢，神隐比它厉害多了。它这个车跟暗耀武神比起来，可能暗耀武神比想象中的再更有料，就是要小喷没小喷，要加速带的速度没加速带的速度，然后要集气又很普通，差不多这样。然后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哦，轮子上又有刺，配色五颜六色，没有那种很帅的那种机械感。 但它也不是到真的非常差，就是现在放在大环境里面来讲，它不是一台值得抽的钻石 A 车，应该这样讲，这样讲应该会好一点。因为你看它触发的那个加速带的效果，其实也就是比一般的车子的有特性的车子触发特性的时候速度差不多而已。 那除了加速带以外的话，它就没料啦。来个双弹。 他失误，<笑>不是不是，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啦！不是哦，太远了，他还是再失误一下就好了。你看他都吐了，刚刚那操作都把他丑吐了，看一下刚是不是把他丑吐了。哈哈哈，哦，他受到了冲击也是挺大的，哎，看来这车适合当一个坦克哦，坦克人，哎，他这 ECU 也太有料了吧！他这 ECU 是直接回到500速，哎，天哪，好猛哦！ 你看他这 ECU 飙出去500速，太快了！拿来，这个头有加速带吗？蓝色。 有啊，有加速带，太棒了吧！ 主要是它气太少了，我觉得它是可以，就是加速带给多一点气，或者特性给多一点气的话，可能不错吧。CWW。
OW。一二三四 ，finish 31，好像速度还是没有起来耶，这个车子不够快啊，就大概 T2 尾吧，看起来应该是 T2 尾，我自己个人感觉跟暗耀武神同一个等级，我一定要用这个车跑两次地，不过这车好吵，不然讲这金刚狼呢。哇，这样也没续到。延续，不是你不是机甲吗？你不要搞机甲。不是不是，你的机甲怎么回事啊？再来，一路向前来了。这个车的王图，我们用一个玉溪神武。WCW 很好，延续。WW 临时放弹，蓝色。finish！ 哦天哪，跑这样子才14，天哪！